时光啊。我一直按错键，都给我拿来，都是我的，你给我漂亮。哎，自动步枪、扩充弹夹，早啊！早安，早安，刚睡醒的早安。操你妈！早安，小蓝天，早安。早安，我没去学校，早安。没心，去什么学校、啊？安道还跑来赖我，问我今天会不会去？刚都在嬉皮笑脸，刚哪有嬉皮笑脸？刚刚是在处理事情。睡啦，天露出了啦，睡啦。For you, for you。刚学校刚睡醒。本来就打不赢澳洲了，一下呢。睡啦。小鬼烂。亲的那个滴滴什么？那是谁啊？滴滴就之前的啊，之前的那个啊，那个 RC 叉那个是谁？哦，啊 ，RC 叉。教堂用消音啊，教堂。是吗？嗯，教堂。Got you, bro。I got you, bro。 那来抄他，抄球给他拿消音射，我是怎样？好想出门哦，一直下雨。冷淡一点，因为这个梅雨季节。哎、欸，我操！屋顶，屋顶。好，我上去。真的干你娘！我还没上，我要丢，我要炸死他。炸弹，他死定了。找他跳下来了，他跳下来了。好，他死了，他直接死。我要他的消音器，我要他的消音器，我要他的消音器。啊，他有两个。好，给我一个给我。我拿冲锋枪的啦，步枪给你。有没有补包啊？有啊，有什么补包？饮料都可以。拿那个别的东西来换。我要饮料啦，不是这个。那你还我嘛？好、啊，还你，还你。操你妈！用全息跟你换。好啊，好啊，等价交易是不是？全息是什么？垃圾瞄准镜啊！我红点啦。我也有啊。垃圾瞄准镜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的实况好卡？等一下。全息是你的吗？全息送你吧，不要，我两倍了。好想出门，梅雨季节啊，真的很想出门。来吧，走吧，搜一搜去找人家对杀啦。哦，什么都没有。这边感觉怕怕的哎，我是想要去摸后面那一栋。老板娘有买这个游戏吗？003啊，003要买这个游戏吗？这个游戏还蛮卡的。不要买啊，不要买啊！如果想要的话，可以找我，我这边有多的。可是他已经退货了。他不在聊天室了。把他走掉了。那就不用那个。我朋友送我六组啊。为什么要送你那么多组？他们就可能买太多吧，买太多我用不到啊。他不在聊天室哦。好，那你们刚我看一下他的实际。你们刚说他坏话的可以继续说了。不行啦、啊、会有人那个吧，录影吧。录个瞎鸡吧。
人开枪吗？没有。整天录影看就知道是 KC 粉。有奶又有屌，好，我看一下啊，没有瞄准，没有大背镜子。有人拿到八倍吗？没有吧。没有八倍，怎么我在挂网？我没有在挂网啊，我是在诠释这个游戏怎么玩啊，因为它是属于一个第三人称的游戏啊。我什么叫第三人称呢？第一人称是这样嘛，第一人称我这样看，我只能看到我右边余光的视角嘛，我看不到人嘛。可是我这样切的话，我有50%的视角我看得到啊，所以它是属于一个第三人称游戏啊。第一人称游戏就只能这样子啊，我跟人家对打。他在墙壁后面，他看得到我，可是我只能看到我看到的这个范围啊。第三人称就是这样的，我可以看到墙壁后面，我可以看到，我甚至可以看到墙壁正下，这样子。哥，小青哥，怎样？我的330这个方向，刚刚有人跑到红色那栋了。红色那栋啊？嗯。这么远哎、欸，你把我当外挂是不是啊？我是在想。要过去吗？还是不要？不要算的。有车，三台车。是不是停在麦田啊？停下来了。还有你叫我大 D 就好了。大 B 啊？大 D 不是大 B 啊，塞丁拉贵嘞，大 B 嘞。D A B C D 的 D。好、啊。大 D 不要加一个能，拜托，不要加一个能。加一个能，不要加一个能，对对，叫大D就行了，不要叫大D能。谁敢叫我大D能试试看？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 EQ 不是很好啊，只要看到大D能，我就会爆气啊。刷一波。不会啦，我的聊天是很乖啊，没有人敢钓我鱼啊。大D那么帅，谁敢这样讲？只有我能钓到大D啊。Utalk 真的可以约到女生欸，我之前 Utalk 稍微小聊一下，有遇到好几个女生欸，可是我没有那个意思啊，我只是上天打嘴炮啦，我一上去就说操修 gay 啊，来修干啊，然后他们就一直笑，干，通常这种会一直笑的几乎 89% 是女生，87% 是女生啊，男生只会进去说男，我男175淡水暖男，淡水暖男之傻小啊，对，男生都是这样。
175758这样。对啊，就是说我是哪里的暖男，暖男，我是哪里来的暖男啊？一堆暖男，操你的！不懂你们这些暖男到底想干嘛？认真打一场，我不是很认真吗？他们没有人啊。红头，好远哦，干！桃园刘德华，我每次进去我都是桃园刘德华，然后对方就会想叫我唱一首《忘情水》。啊，给我一杯忘情水。我在参与聊天室啊，你们都不跟我聊天，然后又说我不理聊天室，说我鸡鸡大了，鸡鸡大了不理聊天室。那我一跟你们聊天的时候，你们就说哦，有叫你讲话吗？玩你的游戏好不好？玩你屁事啊！闭嘴好不好？然后我就被划掉了。纯内战呢、欸？对啊。欸、靠！我这有人在跑步，傻小啊，吓到我！干哪里？欸、我看到了你外面，咳咳我只有看到一个，我不敢开枪。我觉得我可以开他，他我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他没血啦！我打好几枪，你直接让他去世好不好？干，你打不赢他。他有队友哎、欸，有啊。队友在哪里啊？不知道，狙击是狙击，你赶快杀掉他，赶快跑，是狙击，有一发狙击啊！跑掉，赶快捡，赶快跑，是狙击。好啦，喂，我要跑那干、啊？你干嘛呢？你在打什么球？有人，哎，后面，我看到你下来，你下来。他中我枪，你快下来！他中我狙击枪。好，你赶快滚下来就对了。好啦，这个大不要卡我、啊，给我一点输出空间啊！看我的透视有多好啊！不是、啊，我说我的眼力很好。但我没有捡到他的背景欸，他不知道有没有背景。我没有参与聊天室吗？我蛮参与的啊。的，打我。那我把我的消音管丢了。你先把他去世掉啊！你先杀他吧，杀掉吗？他趴了，那就算了吧。趴了还是他趴了？他应该队友在救他了。对，我刚刚应该蹲在那草丛，等他们全部人过来再杀的。我要上去了，有点急啊。这个时候，左边有区。下来，滚下来。我的210有人。210是什么概念？210，我的210有人。啊。210。啊。我的487有人，我的487有人。有这个数字吗？有啦，我的487有人。我是真的看到了啦。嗯。我跟你讲，台主鸡鸡是大没错，但是我不会不理你吧？你们有事就叫我，你才是87嘞，有事就叫我啊，我一定会回你们啦。这个时候就要换这个了，因为没有子弹了。他们还不下来啊？小飞机。上面散步的人还没死光吗？你刚刚杀的那个被救起来了吧？对，我刚杀他只倒在地上而已。